今网络上电竞游戏的大热，除了直播平台开设游戏板块外，连综艺领域也都要开始推广游戏节目了。今日腾讯视频宣布12月底即将联手知名艺人陈赫、张彬彬、罗云熙上线一档 LOL 电竞真人秀节目，另外还将搭档斗鱼三位主播阿冷、二哥以及鱼霜一同主持，而且还会邀请101位电竞高手分别在每期展开不一样的角逐。根据目前宣传视频上露透的嘉宾来看，除了斗鱼的阿冷、二哥以及鱼霜外，还另有大司马、周书怡等主播，似乎都是斗鱼独家主播。看来这次腾讯是有意要力捧斗鱼主播了。曾有网友说，冯提莫的成功除了斗鱼平台的支持外，也离不开腾讯的帮助，毕竟现阶段冯提莫的工作内容与腾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极客电音、 QQ 音乐几乎都在力推冯提莫，如今这档有着电竞101称号的超越吧英雄，除了酷爱电竞游戏的三位明星主播外，余下的三位女主播均来自斗鱼，似是准备再创冯提莫的成功之路。不过也有网友表示，选这三位也是看中其在网上的人气影响力。二科与阿冷两人本就是斗鱼 LOL 区主播，又参加过一些卫视节目，有一定的知名度，加上游戏操作也不错，而鱼霜又是知名电竞解说，